边要带过去，对，是因为纸钞都在他手上，但他散落在一地，散落一地，千元钞票，我们，来直接上铐。你们三人啊，涉嫌啊那个诈欺啊、洗钱防治法啊，还有那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哈、啊，这三案哈、啊，那我们现在依法加以逮捕哈、啊。本分局掌握车手特征、行踪，巡线埋伏查缉，恰好遇见车手正提领诈欺赃款，准备交付诈欺集团共犯，立即通报支援警力围捕，当场查获邱姓等四名诈欺共犯，查扣现金110万元、金融卡10张、手机、毒品咖啡包、凯他命等证物，全案依诈欺等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，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。